大家好，我是火锅，现在也是早晨的七点过啊。今天早晨虽然有点闷热，但是没太阳，还好。今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啥子？第一个是原来我住这个就是雨棚呢，伸缩雨棚呢，它的坡度不够，下大雨的时候有点淌水，所以我把稍微给它改一下，把坡度给它加大。第二个就是要把整个的这个架子、把防锈漆给它刷了，因为我们后一步要准备那个住木地板了。如果不刷防锈漆的话，到时候下面的部分，所以说就刷不到了。开工。哎，所以说设计的时候啊，稍微打一个蹭哈。你说这个东西就出了问题，后头要来改，真的是多的事情都出来了。哎，好的，架子改完了，等一下晾一下，然后还把那个坡度给它后头螺丝给它重新上一下，把坡度给它上下来，继续把它刷一下，等一下马上开始刷漆了。下头就把漆对起哈，来开始刷漆了。我买的是中灰灰色的那个防锈漆。每次刷漆的时候就想起那首歌，小时候唱的哈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小房子刷得更漂亮。交漆，嗯，为啥子要兑橡胶水？它这样子嘛，才说不浓嘛，才好刷嘛，让它稀释一下，等于是也就是。还是刷，我是一个粉刷匠。哎呀，还是整。搞定，哎，第一遍防锈漆刷完了哈，这儿剩了点漆，等会儿就是下午点儿它干点儿之后，然后有些不匀净的地方我们再补点漆就要得了。我也休息去了，现在真的是汗流浃背哈，哎，辛苦。